那大家期待的所谓万望啊，李克强，我们必须来谈谈习近平。中国主席习近平啊，在今年下半年20大呢，应该要接掌第三任。那我们这个题目是"万错习近平"啊，是不是偏执人才是在可以当领袖？领袖的人就是一定偏执。那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到目前为止，这个权力集于一身啊，垄断所有的资源。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很容易造成偏听啊，错误的决策啊。最近的防疫风控就遭受到很大的批评。那个军长，你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题目啊？万错习近平，是不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的内忧外患，都是因为习近平这9年来造成的？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你可以说呢，他是个独裁者，那所有事情都跟他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直接责任就是他的决策，对吧？比如我们像清零防疫政策这种严防死守啊等等这些导致了今天的就是一个怨声载道，这个肯定是要负责任。还有一些事情未必是他要直接负责的，但是他也要负责任。为什么呢？独裁就是他把别人做事的空间都堵死了。本来，比如在这个九龙治水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还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民间犯的错误，政府是可以不承担的，政府最多就有一个不作为的问题。但是现在呢，习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之后的话，那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他不去纠正，这事儿就不能纠正，因为别人没有资源，别人还要看他的脸色。像这个昨天我跟他们聊天时，他们就说现在的官员呢，就是他是一个有一个。央视出来，他说呢，现在跟你说，如果没有中宣部给我们指示，我们根本就不敢采访人。他说，因为这个人他们今天采访，明天就被抓贪官给抓了。央视他说是有规定的呀，他说你不能老采访。说现在央视说你中宣部说采访谁就采访谁。现在官员呢，有些人是想讲话，但是中宣部的现在央视这些记者不敢采访，所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现在习已经搞到说大家就必须要躺平。因为现在你做事儿就要犯错误，不做事儿呢，可能被训一通就完了，可能你不能升迁，但是你也不会被摘帽子。所以这个，那至于说偏执这个东西啊，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偏执呢是一个贬义词。如果从心理的分布说，我们知道正常人用一个正态分布来说的话，大概天才也是小概率事件，精神病呢 abnormal 那个也是小概率事件。反正我认识这些能做出大成就的人呢，或多或少都有常人认为的偏执，甚至他爹妈、他的兄弟姐妹、他的老婆和他的丈夫都不大理解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的孩子呢，我没有去观察过，反正我知道离他最近的人可能都不大理解。你说毛泽东是不是有偏执？周恩来有没有偏执？我觉得这些人做事儿政治就不说了。你说搞科学的人陈景润是不是有偏执？这些我觉得其实。偏执呢，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想在这个世界上做点事儿的人，很自信的人，有抱负的人，又自己觉得呢自己能做成事儿的人，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偏执呢就是他独有的，但是呢他确实缺乏知识，缺乏就是比如他做这件事需要的知识、需要的信息以及需要的这种讨论。需要的反馈就是要 feedback 这样的反馈，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太偏执就不好了。玉文，你怎么看法呢？你觉得习近平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够听进别人声音？是不是还有人有这个权利啊，也有这个管道可以跟他进言？我前天这个包括跟新民也私下聊过，我说的那个认为，我说习近平就是一个偏执型的领导人啊，刚才军大爷说了，就是说这个，跟他那个是刚才是自辩呢，你没得听出来啊？变就是自说，辩，没有啊。偏激。刚才军大说了，这个偏激是不是习近平独有的？确实是不是习近平独有的。我们这但凡天你才，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想，比如说希特勒，你说他是不是偏激型的人呢？毛泽东他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么习近平，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偏激型的人呢。所谓的偏激型的，他政治上的含义，我就认为他认为自己能够做成这个事，而且也有能力做成这个事，而且也有动力去推动这个事去做。那么从他上台以来的情况来看呢，很多事情他都做成了。比如讲他反腐，很多人认为这个腐就根本反不了，他就反了。当然，我这个反腐的标准我们是另外讨论啊。就是从他抓了那么多人来看，外界认为他确实是做了这个事儿，比如对这个党的改造啊，他做了。
比如说对军队体制的改造啊，他做了，认为这个另外的认为就是说这些数字根本做不了的时候，那很多都是这个勤俭老弊陈科啊，就是说你没法就这个就是做的，但是他在他的这个所谓的不管他是阴谋诡计啊，或者是啊用了什么方式，他就做成了啊，包括这个清零，他前期我们讲也做成了啊。那么所有的这种诉求都会加强习近平的那种偏知识的认知，偏知识的认知，也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他做的都是对的啊，而且这个他认为只要他加把劲，不管外界有多少反对，他只要他加把劲，他就能够做成。在这种所谓偏知识认知的领导下，他把中国带到了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这种偏激势力呢，对这个外界的信息，对别人的劝告，一般来说他可能就抓住自己的自信啊，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你们别人的判断是错的，所以他很少会听啊。我不认为他缺乏这种渠道，但是他希望会听，我觉得这是一个疑问啊。比如讲这个在线的信息非常，这我们讲这在线的网络时代的话，别人都讲他的女儿肯定会把一些外界的信息上他全体，包括这彭丽媛也会把一些外界的信息上他。我认为他们并非说不了解外界的这种冤声载道，对他有很有意见，我觉得这肯定是了解的啊，也会把这他的亲人可能不敢，但是他的家人应该会把这种信息全大哥的给他的。然后但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所有的接着这个外界的信息，他可能都认为做的这个他们是不理解什么这个什么他的什么雄伟的什么雄才大略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啊，他认为只要是忍一忍了，我就把这个事情扛过去了啊，那么我就最后人胜利的最后可能就是习近平自己了，就是习近平自己了。所以他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啊，从过去的一系列经验得出这种对他有利的这样一种判断，然后在这种判断的推动上，更加朝着一个，从我们看，从外界看来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从他本人看来，他认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来用他那种巨大的权力去推动。现在我觉得中国的情况就是在往这方面走。嗯，这个盛明啊，我不管这个习近平所谓我们讲偏执，他到底是自信还是自负哈？这个最近新华社的50级的足迹啊，这个当然在美化，在粉墨登场。你怎么样看待最近这连串的这种文宣单位啊，这个帮习近平化妆的结果，这个跟我们现在讨论这所谓的万错习近平是不是有点在矫正他？文宣怎么说我真的没有兴趣，但是习怎么做呢，确实我关注的东西。我记得这个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就是 Andy Grove， 他写过一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只有偏执的人才能生存，他指的是在很残酷的企业竞争里面的故事。嗯，这确实刚刚玉文讲的也是，就习上来的时候谁也没想他会反腐，会反的那么彻底，对吧？以前人们讲惯了的那个套话叫做什么不反腐亡国啊，反腐亡党啊等等，谁上来也反不了。其实温家宝也好，朱镕基也好，他们都真诚的想过要干事要反腐，最后连自己家人都管不住，习他就干到了。习一上来先就给家人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我是关公闭眼甩大刀，我他妈谁也不认，就他把他的亲戚朋友们就他家人他就讲了这个话，他到最后真的也就谁也不认，就谁也不要他在那里说情。他姐姐家的那几十亿的财产到哪去了，我想你猜都猜得出来，他要不把他姐姐齐悄悄那些放到廉政公署廉政账户里面去，他怎么能叫党里面其他那些人把家里面的十亿百亿都交出来啊，你家的留着我们都交出来，他干得下这个事儿吗？他有那个力量干。我只是从逻辑推了。那么同样的就偏执的人呢，很多人像毛泽东就是他的偏执，周恩来就很世故。同样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隔不过一个月多一点，八一南昌起义多少人啊？好几万人，都是正规的部队。最后打到广东潮州的时候，还剩下7000人，周恩来就觉得没戏了，也挺这些解散了，坐个小船跑香港去了。那就是不偏执的人。而毛泽东呢，秋收起义以后，最后就剩下700个人，
700个人还能成什么事儿，对吧？也就是军涛现在这个党的规模，他上井冈山了，谁觉得那个时候有几个人觉得他会有希望？他就是一种偏执，结果就这700人从井冈山一路就到了北京。就所以那个 Andy Grove 那个话呢，他有他的道理，就是只有偏执的人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他不按照常理出牌，在你觉得没路的地方他拱出一条路来。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 Tesla 的主人也够偏执的，这位老兄，那不一定是坏词，那是一种对性格的描述。偏执人是真的有时候是能创造历史的人。好，谢谢盛斌。和平怎么看待这个大家刚才谈到的习近平的偏执？不管大家高兴还是不高兴，不管大家期待还是不期待，未来中国的十几年甚至20年的中国的命运是掌握在习近平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们任何一个人手中现在很难期待多北京的大学生捞一场煞能够往民主的道路上面推进一下也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残暴的镇压下民间会出现什么异议人士沉煞，也很难想象这个中美之间来一仗然后把中共政权给崩溃，也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会这种崩溃各地都是沉声无广起来我觉得中国大体上来讲就是要看习近平的悟性，看习近平的定力，看习近平的境界看习近平的道德，这是没有办法的你可以讲一万条独裁者的不好的地方，因为独裁者很拧你偏执，很拧你不听这个意见，很拧你一头走向黑很拧你把这个国家把自己送上这个断头台掉进这个陷阱。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转型，我们过去如果说没有1989年的六四那么一个挫折，也许中国真有可能就转向了民主。至于转向民主怎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发生。但是我们从苏联东欧的崩溃，从过去这些年茉莉花革命也好，天鹅营革命也好，还是其他什么革命也好无论是平静的革命还是暴力的革命还是政变多数的台湾南韩那多数的国家，南韩现在那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你应该很清楚南韩是经过了一个高速的经济发展它是经济发展了一定程度之后它才走向这个自由化和民主化它到现在为止韩国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为什么会出现由于游戏出现这种变态的电影电视，就是韩国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非常严重的反应。韩国的问题是有一个美军，韩国的问题是有一个北韩，韩国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已经国际化了但是韩国是不是真正一个成功的一个可以向往的信赖的一个国家，如果你真正了解韩国应该就不会这么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而且中国的问题没有美军，中国的问题也没有真正的外在的一个极大的危险使他的国家必须保持某一种这个框架，某一种安全性的提防性的框架。那至于中华民国，那我们很清楚中华民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它的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国民党的政权崩溃之后逃亡之后整个台湾的这个素质，另外就是日据时代留下的很好的一些基础再加上台湾的很多这个年轻的一代人接受了很好的欧美的这个训练，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有中共的这样一种威胁，有这个美国的这种维护，多等因素造成今天台湾的转型在这个国家里面相对来讲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可喜的。但是这是我们外面看到的情况，是西方媒体眼中的这个台湾，但是今天的台湾两党政治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倾斜，如果未来
啊，民进党内部不产生分裂，以今天已经完全没有力量的这个国民党，已经不足以形成一个健康的、一个互相制约的、一个台湾的民主的有品质的政治。现在台湾的政治除了美国和中国的因素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国民的素质非常高。你到全世界去看一看，像台湾这样一种国民的素质是非常罕见的。而这种国民的素质到底是民主和自由带来的国民素质，还是威权时候啊台湾本身的经济发展和台湾的传统文化、日主文化的交叉性的影响？我相信如果你跟其他的国家相比，那么这个就不会简单以一个台湾的现在的成就来为一个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成功的一个真正的例子。恰恰相反，不仅是政治的转型非常艰难，实际上我们去看看从非洲到南美到这个亚洲，很多的国家实际上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且很多就是宪政民主啊，有的就是君主立宪。但是这些国家啊，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没有呈现出很好的国家的品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啊、泰国啊，这个现在的斯里兰卡啊，那都是啊，原来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啊，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不仅是斯里兰卡，今天发生了这么一个令人啊痛心的这么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困境、国家的暴力的冲突，而且呢，这个斯里兰卡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一是陷入内乱，巴基斯坦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巴基斯坦几个星期啊刚刚把总理干掉。但是被干掉的总理又出来要这个推翻现在的这个政权。那巴基斯坦的总理、巴基斯坦的总统、巴基斯坦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你看这几十年有过平安的日子吗？所以我这样说的啊，一个说法，尤其是关于现在美国的政治，我们在美国更有深刻的感受。不是说民主不行，民主当然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毫无疑问啊，民主是很好的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一个追求。但是要维护一个民主的品质，要向一个国家达向民主的这么一个境界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到现在为止，人类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啊，可能就是北欧了，对吧？那北欧我们会有很多的因素来分析它为什么相对来讲比美国啊要更好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年，我们应该慢慢的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不是说不应该追求民主，而是说一个国家在走向民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些条件啊，是需要一些条件。这不是支持习近平的独裁不独裁的问题，而是从现实的政治来讲，中国不是说啊不想把习近平推翻，而是推翻习近平的力量根本不存在啊。那么建院不存在的时候怎么办？其实是我们来讲是非常无力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观察一下、思考一下。那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什么呢？独裁者啊，他是这个啊一头走向黑，但是走黑走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就发现这个黑啊是外界的力量有很大的推动。比如说像古巴啊，比如说像朝鲜，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么贫困啊，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内部的政治的黑暗啊，独裁。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外界的出于自己的自私啊，出于自己的正义啊，出于自己的居高临下啊，实行的这个制裁，实行的这个打击，而没有把这些国家啊纳入到啊这个文明的这个秩序。中国的问题现在也是这样。那鉴于如果习近平推翻不了，习近平解决不了，你是真正有一个强大的力量通过制裁、通过打击、通过竞争、通过什么方式来让中国走向更封闭、更可怕，还是说呢，让这个习近平也好、中国也好更开放啊，让更多的中国人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创造这个财富？我现在经常去一些地方，经常会碰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新留学生，我感慨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过去三十年来，我知道中国的移民，像冯生平也好，像尊涛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我们当时候到这个海外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简单的说不体面。但是现在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出来，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来这个留啊，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就是在海外理智也好，移民也好啊，他们对现在的政权对习近平有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我认为都是有道理的。中国的很多的问题确确实实责任就是在习近平身上，但是你同时也看到中国大陆出来的这批人，无论是啊这个文化人，还是商人，还是学生，或者是普通的平民，我觉得比过去相比体面太多了啊！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言谈，他们的境界啊！虽然中国在很多方面最近几年倒退都非常严重，但是这没有影响中国的一批人的文明化进化啊！中国可能需要的就是时间，而这个时间竟然告诉啊这些试图让中国急速进步的这些人，为什么未必啊能够达到这个我们的目的？另外一方面呢？啊，这个习近平也应该明白一点，不要做的事情太多，不要梦做的太大啊。一个国家的品质，习近平能够让中国的贫困啊得到一些解决，贫富差距有所缩短，能够建立基本上的温饱，建立基本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医保体系，建立一个大家没有那么大压力的，能够让人才得到啊这个发挥的教育体制或者是官僚体制。经历一些最起码的、最基本上的法治啊，那么这个不由党控制啊，不由党来干涉这个企业，达到这些最基本的标准，我觉得中国也许经过几十年，要比过去那些我们所期待的急速变化可能要好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万错都是习近平，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那么也许这个阶段。啊，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是必须要的啊，就是包括反腐败，像我是非常厌恶反感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但是那种反腐败的如果他真的不做下去，今天是中国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也是严厉的批评习近平的对民营企业家的粗暴，但是民营企业家的一部分的财富啊，尤其是顶级民营企业家，你们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对吧？过去的这三十年是中国的镀金时代，在镀金时代固然有你们的聪明，有你们的勇敢，有你们的智慧，还一部分原因就是呢能够利用中国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空间啊。那么如果习近平他不进行这些调整，中国将会怎么样呢？中国难道是真的是靠一个没有手的一个市场经济能够让中国走向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经济吗？我的意思是说，各等力量可能还是在继续调和之中啊，对习近平的愤怒仍然在继续产生。习近平如果一头走向黑，像这次的清零，他继续走下去，我就认为不仅是他完了，可能中国也完了。但是独裁他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的纠错能力啊。我们以前很天真的认为民主社会有纠错能力，其实我们观察下来。至少在美国的政治我们很清楚，美国的纠错能力是很弱的啊，很弱的。他不是说民意得不到表达，他不是说没有三权分立啊，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很无力，改变不了。所以美国存在的问题啊，和转型国家存在的问题，对我们中国应该是有一些多层的思考，而不是过去那么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一党独裁，也不是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啊一个领袖。好，我回答一点啊，对，我最想问你了 ，OK， 请讲。对，我觉得玉文呢提醒我了，因为我跟他讲吧，如果假如把偏执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临床观察的话，我觉得天才和这个坏人呢，好人身上他都特别的那些领袖啊什么都有偏执的这个临床特征，也就是说呢，我行我素，那么不去考虑到别人给他意见。但是玉文的讨论让我就觉得呢，实际上还是有三种偏执。一种就是我临床看的偏执啊，那么一种呢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世界有不同选择，但是他觉得必须做自己的这种选择，他就这么走下去，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不是不知道另外的可能性。第二种偏执呢就属于那种说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面子，他要将错就错，那这是第二。第三种偏执呢就是说这第二种实际上是暴君型的偏执，第三种偏执呢，就我就是昏君型的偏执，就是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对错，那些拍他马屁的人
还有给他的那什么，还有他自己呢，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想的人，他不知道对策，他要一意孤行走到底。我觉得呢，像习是哪一种呢？我觉得习肯定认为自己是第一种，就说那么，但是他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有混合。盛平呢，我觉得给了我一个启示，就是说大概呢，有对习现在有两个解读。一个呢，就是说权力斗争到了一定程度，他都是从那个案例说的，到一定程度呢，他不按正常人就是感到偏执的方式，他根本没法活下去。就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啊，官场斗争是很残酷的。你要问那些了解官场是非常残酷，包括跟着官场走的企业家，他们也都是这些企业家的浮沉呢，其实都是说，就是用这个前天跟我说话那个企业家话说，就是你要跟对了人，你就发了；你跟错了人呢，最后你最后要倒霉。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在这种官场中间，他必须有一种偏执往前走，错也得往前走，对也得往前走，先活下来再说。但还有一种呢，就是盛平也讲另一种，就是说最近做创新的人来说，走在前沿人来说呢，就是那是没有路的，你必须往下走，往下走呢，你还要自成系统才能走下去，你不能走两步你又犹豫又退回去。所以这种人呢，也必须有一种勇气，有一种按照他的视野就坚定走下去，别人说什么呢，我先不要管，我先走下去。这个在科学哲学中有点像库恩的说那个规范论，对吧？就是你既然认定一个规范的时候，你发现跟你相冲突的时候，你要从你这上就做解释，强行解读。但最后科学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和平呢，我觉得呢，和平的主要的问题呢是他缺乏一种对偏执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力太缺乏偏执。就说对于中国这一类的国家，在人类在这个过去上个世纪有过几百场这种变化，这种突发性变化，好多场都是在这种统治者看起来牢牢掌握住权力，还不像中国这么大，还不像呢习近平这样有下面有这么多的反对者那样的人，但是突然的一个什么事件出来，它就变了。变了之前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变了，变了之后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那个国家已经变了。所以我在觉得说呢，中国会不会变呢？我觉得大可不必对习近平这样搞。我们呢，就现在对好像这个不变呢，就那么悲观。但这个事情多少呢？我和和平那天多少都有点看客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说变和不变呢，只能说概率上说事前概率很小，但事后你再去让那些什么学者专家一解读，这就是个必然发生的事儿，是个大概率事件了。但是事前看，可能它就是很小。那么，我觉得还是呢，对于和平先生的对于关于啊民主啊专制啊世界民主化的转型啊，我是觉得当然这些东西是我专业了，我就说不，我就不做讨论了。我总之来说呢，我觉得和平先生说出了一个可能性，但是他由于假定习近平的执政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只能在这个前提下，不是就是习近平这个执政的地位没有变化，只能呢想习近平能不能变得聪明一点，在某个时候能够不要再犯特别蠢的错误。他说呢，一旦呢这个专制者要是能够知道自己错误，他的这个更改能力会比民主者更强，因为他没有掣肘因素。这个独裁者要这么做，他只能说寄希望我们民族，说要不然的话，那我们这个不是习近平个人的命运完蛋，我们的国运都完了。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独裁者完蛋之后的话，当时很多迷信他的人哭得昏天喊地的，但是他又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且那村比原来的村好多了。OK， 一文跟盛平有没有想补充？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万错习近平。盛平，我讲一下吧，就是说现在国内一些大学学生出来，你的那个 camera 没有开啊？但叫的口号呢是？等一下，我们有个大学的话题啊，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形式主义。哎，下面我们的话题就是谈大学生的，因为形式呢与习的那个发音相近，所以好事者就把它变成了打倒习近平。哎，这个抱歉抱歉，我猜一下话好吗？我们第三个话题就是大学生呢。嗯，好，那个等一下讨论，等一下讨论。对，他讲的就是大学生。因为万错习近平嘛，我们不晓得二十大之后啊。不过刚才那个是和平跟那个俊涛提了个问题的，就是说如果说习近平还要掌权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到底谁能够给他意见啊？他又自己能够怎么样确出他的这个所谓的偏执或偏听啊，这个倒是蛮好奇的一个题目啊。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